也是啦，你搞安尼，出去年外你搞生一个鸟回来。原来囡仔就是安尼哦。啊无咧。啊，这个。阿娘无老爸，马卡，无爸阿婆，等你啦，无老人出代志啦，跑跑跑！阿我怎么嫁啊？我爸叫你们嫁过呀？你快跑好了啦！你怎么闲啊？你等来搞生钱，叫去搞冤家哦！哎，我恁阿兄呢？阿兄闲哪呢？阿兄比大阿哪？加走几工也是无多。几工就真多啦！没多少呀，做我一句，我找阮阿啊。我你找歪插你啊！我找我找。啊，妈呀！我跳到落去啊啦！我即摆要你赶出庙尾溜通啊啦！再叫我讲话啦！好啦，要出去顶出去啦！我已经行出来啊！啊，行出来不落去了。歪插你！咱来去找恁老爸，借问下，你敢是囡仔的老爸？不是，阮家的老爸伫倒位？去小人爸伊找啦，笑的。小人爸伊，无礼貌，伊讲人无迄落。好，那哩我就找我囝，准备来去找我因的老爸斗阵斗。来到这，顶阵的表嘴倒看，才对一间人家处理，丢球你知？哎呀哎呀，叫伊出去，你搁来？你即摆上高请了，我经过厝内嘴倒看，我想要甲你讨一杯红莲啊！你要啉茶啊啦？是啊，好，来这请，来这请。来，感谢你。这位小哥，你真正好心，我来看问了你，你叫做什么名？我叫宋九号啦。宋九号。对。这件事这么大件，敢讲带你一个人名吗？对啊，一个。带你一个人。哎。啊，请问你今年几岁？我今年哦，今年三十。三十岁。是的。三十出头，你当然是嫁伫家后，先做你家当，亮亮清清，只有你单人自己，想到你未有厝妻哩。娶某是啊，哦，那若活伤久的去娶某较紧，是安怎安尼讲呢？好啦，到这来甲伊讲啦，我是咧做贼的啦。你是咧做贼为甚？甲人偷工抢。啊，是发生甚物代志是毋是？啊，着我迄天啊，落地啊空空，要去张百万因家做贼啦。张百万？嘿，过来哩。过来哦，我着看到因家管家甲细姨无。管家。管家甲细姨，海鲜张百万呐、啊，什么？海鲜张百万，是啊。用什么方法做海？用什么方法？伊着在缸内底缸饲只死啊，啊后壁用火甲烧啊，啊饲只死的噜噜噜，走去又倒来啊，这个，小哥啊，小哥，这件代志是恁免管天。讲会当我袂正话，袂当我袂讲哦。无啦，无乱讲啦，讲到乱。有啥物证据？有啥物证据哦？等者。不能。你讲在厝，今日是安尼来到遮，坦白对你讲出我的身份，我就是辛苦穿冤枉。哎，真了够。好了。起来！我知是做啥为先，今日我需要你的帮助，我到台湾来做证据，证据人。做证据？是啊，全府点赞人了。无唔对，对我来去公安。大部分哈。我已经找到郑继林，陈郑继林，对不对？我必和恁对证来。
这个贼啦，你稳到做贼，还甲你安尼？而且我提个提醒，你正是用德国队长所生前一之心。海市里面德国财主，赶紧将你扣掉。哈？德国？好，你啦你啦。是安尼，爱罢了啊！愈搞愈紧张，而且阮扣掉少年仔。